有粉丝留言说他想听少年，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三哥先生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住在心中信念丝毫。山哥唱的真好听，大家喜欢吗？下面有请五六七。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只是身材有点圆，减肥的话总是嘴边，可体重依然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有张大大的圆脸，因为知道没事你总会说再来碗再来碗再来碗米饭。五六七改编的不错，有请马红俊。我还是上网课的少年，总是被金星欺骗，其实网咖乐趣万变，最后都会去再重启一遍。上网课的少年变成了沧桑的脸，其实网课是去藏心钱，我想玩想玩想玩那个蛋啊。俊俊改编的真搞笑，下面我给大家唱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大家觉得谁唱的好听呢？还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哦。